是董吉安。这一次我要教的歌曲是我的乐团米星星乐团最新的单曲《去死吧》这首歌曲。那首先这一首歌曲是标准调音，所以第六弦到第一弦是 E A B G B E。这一首歌曲很简单，全部只有五个和弦而已，那大部分也都会以其中四个为主。那么我会分段落做教学，那么一开始首先是主歌 A 段的部分，主歌 A 段的部分它我们会弹奏三次，那它的和弦都是以这四个为主，第一个 E minor， 第二个 A minor， 第三个 C 和弦，然后最后 B 和弦，啊你也可以按封闭的。那么一开始小米的弹法是指法的部分，那么指法部分它其实很简单，就只是很基本的一个指法长这个样子。对了，我弹的都是简单的。没错，然后加上节奏的部分，我们节奏的部分要用 shuffle 的节奏，所以它会听起来会跳一点，所以大概会长这个样子。然后所以配上四个和弦，它就会长这个样子。接着第一次主歌 A 段，我们就会这样子弹两轮，然后接着在第三轮的时候，我会加进来，然后就会爆炸一点。因为这一首歌我们原本写的方向就是比较 rock 的部分，然后所以我们弹奏上面会有很多类似像电吉他的一些弹奏方法，然后一些按和弦的一些方式。所以在我加进来第三次我加进来的时候，我就会使用 power chord 的部分，所以和弦按的方法会稍微改变一点点，会长这个样子。E minor, A minor, 哎呀，然后 C 和弦，然后 B。那我的弹奏主要是加强节奏的气势，歌曲的气势节奏的感觉，所以我的弹法会是长这样子。第一次主歌 A 段的第三遍，我加进来以后会长这样子。接着主歌 B 段，主歌 B 段的部分，我先教我弹奏的东西。我弹奏的东西会长这个样子，主要这一段会是一个比较稍微缓和一点的段落，然后为了要接近副歌这个样子，所以它会一开始会用到 C 和弦，它是弹指法的部分。接着 B 和弦，接着 E minor 会有两个小节。第二个小节会有一个过门的部分，会长这个样子。接着又回到 C 和弦，然后 B 和弦，然后做一个转折，再回去 C 和弦，然后接下来到 D 和弦。那只不过这个 D 和弦按的有点奇怪，它长这个样子。OK， 然后这个 D 和弦就刷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在第四拍，准备进副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一个，类似电吉他滑弦的一个动作，会长这个样子。对，然后就是在第四拍的时候做一个滑弦，就弹和滑要同时，然后大力的嘎噜噜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一段弹起来会长这个样子。接着大概介绍一下小米这边会弹的东西，反正很简单啦、啊。没有，并不简单，一点都不简单，超难的。对，然后大概主要就是一个和弦刷一下，那不过在主要是在 E minor 那两个小节，第二个小节我会有一个过门，然后在那边那个 E minor 的时候，小米会有弹一个旋律，那还蛮好听的，是长这样子。所以前面 C 和弦刷一下，然后 B 和弦刷一下。然后 E minor 刷一下，不
不过在第三拍的时候开始做那一段旋律，然后会长这样子。所以弹起来会像这个样子。